段也蛮久了，所以 Alice 来 update 一下。今天我是代替蔡成仁的，就是图博资讯站的发起人上台做报告的。我们图博啊，虽然有在 GitHub 上面开 project， 不过大部分我们都是在 Facebook 上面做讨论运作。或许是因为习惯方便作业，加上可以放很多的图片，所以当中我们都在 Facebook 上面讨论为主。那图博资讯站，图博资讯站其实我们里头有分图博新闻、自焚事件跟关于图博友善连结这些分类。那进入这个子分页，可以看到更多详细的一些新闻标题连结跟相关影音。在做图博网站的时候啊，其实这途中并非一帆风顺。那也没有大宝法王的，的大宝法王经文的诵念版子有。不过在最困境的时候啊，发起人蔡长仁小姐把网站拿给一位藏人作家看，那藏人作家知道这个网站的存在，大受感动，觉得这个网站存在很有必要。那蔡长仁小姐因此大受激励。虽然这途中停滞不少，也困顿不少，但只是有天使跟贵人相助，那让蔡仁可以持续一路向前。譬如有人在协助做临时政府报告的简报啊，还有首页，还有一些部落格雏形 markup 跟一些子分页的构思，也有抓取藏区连环自焚事件到政治，也有人帮忙转寄图博新闻，也有人在图博认识人脉很多。那借重运用社运的经验，我们图博现在争 PM 跟后端语言不拘。对，因为蔡长仁小姐她目前就是有些事情，所以她比较没有办法专注在持续的推动这个部分。对，那譬如说我们的子分页需要有些搜寻键，然后可以方便搜寻我们在图博资讯站里头自己另外建的一些图档啊，或者是文字资料。那另外要感谢的，他要写一个感谢名单。感谢的有博颖、夫敏、玉华、天白、Jimmy、林毅，还有黄日峰、林玉华、李依伦、陈怡珍、李淑华、李鹏璇、Danny Huang、Eva、黄平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个下一组是 Rosen。